只手的残废呀、啊。纠缠不清、啊。好不好？你练成了武功，还会在这儿待得住？还不是去闯荡江湖，打天下？养名声？不，不会的。你对我这么好，人非草木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徐家神刀64路，师父创制的这个金刀锁也是64招，专门刻制徐家的刀，索取他的兵刃，尺寸方位无不计算清楚。